欢迎收看星期五的 I am 这个的 cafe 啊，我是黄穗华。今天的股市呢又令人相当之振奋，因为呢恒生指数呢今天收市是升近700点，以差不多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整个礼拜呢，因为今个礼拜五呢即是升得咁靓仔，今天升得咁靓仔，所以呢指数今个礼拜升成1189点，升幅足足是 4%。你都见到指数啦上到27500的水位呢，亦都收复了条牛熊分界线啦。咁啊，其实本港股市做得咁好咧，因为即系外围烧呢个双重炮仗噶嘛。欧盟方面咧，即系脱欧方面咧，就似乎咧系有一个利好嘅情况出现啦。因为就保守党啊赢得国会嘅里面嘅大半数议席，咁啊市场预期咧，其实脱欧嘅方案咧喺1月31日咧就已经咧好有机会咧能够顺利完成啊。咁啊，另一方面咧就系中美贸易战啦，咁啊传出利好嘅消息，咁似乎第一阶段咧亦都传紧咧就话有机会咧吓达成。今天就跟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两单的外围消息对我们本港的市况或者整个外围对港股影响有多大。先讲保守党方面，即是脱欧方面，其实今次就跟市场预期一样，保守党是拿了成364席，比2017年多赢是50席，也都是赢回整个国会里面的大半数。工党方面其实拿得203席，另外的党就是苏格兰民族党啦，攞48席啦，自由民主党啦，攞咗11席啦。咁啊，其实见到今次咧，似乎英国嘅选民咧投票嘅选情非常之踊跃。好早嘅时候咧，其实好多票站已经出现咗人龙啦。投票率咧，基本咧系上到去咧几十年嚟嘅新高。因为事关今次嘅即系国会大选咧，基本上好似一个二次公投咁样样。国民咧似乎咧吓就嘛，对成个嘅脱欧方面，究竟个即系选择究竟系留欧或者脱欧咧，其实系间接投咗落去呢个嘅国会嘅即系嘅选。情入边啦，咁啊，大家都想尽快好似保守党嘅口号咁样讲 ，get the Brexit done， 咁啊，所以大家都即使唔系好支持 Boris Johnson 或者系保守党咧，都即系含泪投一投保守党，希望咧就快啲即系完成咗成个拉锯咗差唔多近3年或者4年嘅一个嘅脱欧痛苦嘅过程，希望有一个新一页嘅开始啦。咁啊，而家咧其实传出咧，即系内政大臣已经讲到话咧，12月咧就今个月嘅即系圣诞之前希望即国会就可以过一过 Boris Johnson 咧嗰个嘅脱欧方案，咁然后咧就可以咧正式完成咗即通过咗脱欧方案之后咧，就可以向欧盟咧申请喺1月31日咧之前就完成脱欧啦。其实因为之前咧其实Boris Johnson 都讲过啦，保守党咧系成个党一致同意，如果保守党攞国会嘅即多半數嘅議席咧，基本上都係同意咧 Boris Johnson 嗰個嘅脱歐方案啦。咁成個即係意思係意味住咧，即係今次保守黨攞咗成大半個國會咧，基本上1月31日脱歐咧，似乎呢個咧就實食冇黐牙啦。咁樣所以咧就叫做即係利好市場消息啦。咁啊，不過咧，其實完咗今次嘅脱歐，即係第一個集咧，其實順利分手之後，係咪真係即係完全冇障礙咧？喺脱歐嘅議題上面又唔係，因為即係脱歐嘅後續咧，仍然都係好艱難，因為去到明年12月31日啊，即係成個脱歐嘅過渡期完成之前咧，英國係需要再同歐盟咧傾好多方面嘅一啲嘅協議啦，即係譬如話喺人流方面啊，移民方面怎样处理啊，或者在贸易方面怎样跟欧盟去逐个国家去处理，或者定是以一什么性质去跟欧盟去做贸易啦，都是要逐步逐步地谈。而相信呢其实当中的困难呢都是非常之大的。但是现在市场就觉得啦，保守党拿了即过半数议席呢，基本上呢对即国内的国会团结了，跟欧盟去谈谈判的时候呢就没有以前即那么咁艰难啦，因为以前即係可能几个月前仲係4分5裂啦，你国会里面即係嘈到咁样，你同欧盟去傾嘅时候其实个难度都相当之大。而家即係国会里面团结咗啦，同欧盟即係叫做一口即係口径窗口一径窗口即係口径一致啊 ,sorry, 口径一致去同欧盟傾呢，其实呢就会可能意义呢就会比较易啲或者係大啲啦。咁知歐盟方面對今日嘅賽果都非常之歡迎啦，喺布魯塞爾嗰邊嘅即係嗰啲歐盟領袖都話咧已經準備好同新嘅政府去做進一步嘅磋商啦，希望咧就啟動下一個嘅脱歐嘅程序。咁啊，所以咧
雖然外界都覺得啦嚇，咁啊呢一年嚟緊呢一年，可能即係歐洲同埋英國喺傾脱歐，即係成個脱歐之後，可能嗰、那個形勢或者係貿易形勢上面都係有難度嘅。但係而家叫做咧係第一步已經完成咗啦，即係好大機會完成咗，就俾咗市場咧有少少利好嘅感覺啦。咁啊投票完之後咧，其實見到個英鎊咧，其實今日個彈幅非常之勁啊！咁啊嗰個彈幅咧係三年以嚟最大嘅升幅，對美金啦亦都係升穿咧，即係 1.3 甚至去攀到 1.35 咧呢個舊年五月以嚟嘅高位。咁啊，市場之前咧啲分析就覺得咧，如果真係今次國會裏面咧，即係保守黨能夠贏到啊，咁順利真係脱歐咧，有機會嗰個英鎊對美金咧有機會彈到上 1.4 嗰啲水平嘅。咁即係話其實已經係即係而家大概 1.35 啦，其實早排即係早兩日已經去到 1.3 嗰啲位，即係其實英鎊咧叫部分 price 先咗啦，依個利好消息。咁嚟緊個彈幅會唔會可能有限制咧？其實都不出為奇噶。咁啊，講完脱歐之後咧，咁啊講埋咧，即係中美方面嗰個貿易嗰個最新形勢啦。其實嗰方面咧都好似好利好。喺星期四咧 ，Trump 咧，即係特朗普咧，同埋呢個嘅白宮嗰啲貿易顧問傾完之後，傳出嚟個消息就係咧 ，CNBC 引述三名嘅人士就話咧，其實中美已經叫做喺第首階段協議咧係達成咗，即係已經係 reach 咗一個 deal 噶啦。咁大概係就話中方咧願意向美國咧就買咧嚇。400亿嘅40B 嘅农产品啦，另外换翻嚟咧就系美方咧就原本喺今个礼拜日啊，咁啊进行新一轮嘅关税嘅时候，呢一个嘅计划咧美方就话而家暂时搁置唔做住啦。同埋另一个比较突出嘅消息，即系比较多啲嘅surprise 啦，俾市场 surprise 咧，就系美方咧已经同意咧吓，而家喺对3600亿。中國商品嗰個徵税上面咧，有機會咧就減半，咁似乎咧就叫做俾多少少甜頭中方啦。呢個協議咧就話消息提到咧就話咧而家係淨係等特朗普簽署，只要佢一簽署咧，張紙咧就即刻即係生效噶啦。所以今次個城市咧都機會好大，因為早排咧即係喺星期三嘅時候咧 ，Trump 出嚟 Twitter 已經再講過啦。佢哋亦都係可能有一個比較即係理想嘅一個協議出嚟啦，同埋做到希望做到中美双方都达到一个双赢嘅局面嘅，咁因此咧，其实再配合埋 CNBC 嘅消息咧，似乎中美达成首阶段贸易嘅协议咧，都应该系实实冇迟牙迟早嘅事。咁如果你真系睇翻咧，其实今次原定喺15号之前咧，点解话15号系一个比较大嘅限期咧？系因为15号咧，美国向中国所征收嘅商品嗰啲税啊，额外征收嘅税嘅产品咧，其实包括佢好多嘅民生嘅用品，譬如话手提電腦啊、手機啊、體育用品啊、服裝啊，咁即係話，如果美國被迫都係要加徵呢個關税嘅話，其實對美國嗰個嘅 inflation 啊，即係個通脹都會帶嚟一定嘅相當壓力。咁其實你話摩根大通咧 ，Jamie Dimon 咧，佢 Jamie Dimon 咧都之前都講過話，如果真係15号真係要落實新一輪關税咧，其實對美國嘅後果咧係非常之嚴重，喺經濟上面嘅打擊都相當之大。咁似乎即係美方可能睇到啊，其實可能喺首階段協議簽咗之後，對大家都係有雙方嘅共同影響啦。似乎係比較一個雙贏局面咧，都係即係簽咗啊。咁但係咧，即使達到即係首階段嘅協議好快達成啦，咁嚟緊即係未來進一步嘅談判又會點咧？有啲人咧都係預期咧，第二階段嘅談判咧都唔會話係非常之順利，因為第二階段唔單止係講貿易上面嘅談判啦，可能係好多 IP 啊，即係知識產權啊，或者係科技上面轉移，中美雙方去點樣去咬咧？呢啲嘅咁深層次嘅問題都會喺第二階段裏面咧係接觸到啦，同埋黨內面嘅人咧。即係譬如共和黨入邊嘅人咧，其實都有人責備話特朗普咧，今次好似就放過咗啊，即係中國一馬。譬如話啊，參議員盧比奧咧，佢都即係質疑美方今次即係咁快達成首階段協議，係咪即係美方嗰個嘅即係嗰個談判籌碼即係被削弱咗咧？另外即係民主黨啊，嚟緊都即係會有個總統候選人出嚟㗎啦嘛，咁啊對中方嘅態度，民主黨咧其實都唔係話。
軟化都是強硬的，他都是批評即係特朗普製造了整個貿易戰出嚟之後，再加上咧，其實有很多嘅結構性問題咧，特朗普冇藉住呢個貿易戰係逼中方咧去解釋，去改變，其實呢個咧就對美方都係持續不利。咁所以似乎喺民主共和兩黨雙方之下咧，都對中方嘅立場強硬咧，第二階段嘅貿易協議咧都會係有一定的難度喺度，但係咧，其實睇成個市場咧，我想其實一些聰明錢已經意識到中美或者脫歐這些利好的一些消息就會遲早發生，所以其實看一些聰明錢資金流的走勢就已經看到他們提早入去股市了，譬如 EPRFR 的資金流報告，其實環球的股票的資金在由年初至到去在感恩節之前一路都是流出的，但直至去到感恩節那一個禮拜，其實環球的資金是出現了，即資金流是出現了 V 彈，即是那個禮拜是六得72億美金的淨流入，追回一些什麼國家的股票，大家如果有留意就看到其實英國啦、中國的股票啦和美國的股票啦都是追得比較多，而特別是英國的股票啦，因為一路幾年的過去都受到脫歐影響，英國股市呢其實在英鎊和整個股票市場下跌之下呢，對一些外國投資者雙重的因素之下呢，都是覺得個股值是非常吸引，所以呢英國股市是那一個上個禮拜三之前的一個禮拜是錄得2016年第一季以來的最長的資金淨流入，是由10月到現在其實是錄得42億的美元淨流入的錢入回去的，除了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譬如說中國、越南、或者泰國，這些其實都見到一些資金追入去，所以其實接下來的股市的表現可能向好都是不出為奇，特別是見到我哋港匯近排都好似係升到一個比較強嘅水平啦，咁會唔會喺聖誕節之前咧會可能有一浪嘅升勢咧，都係唔出奇嘅。再加上咧，其實你話即係央行上面可能今個禮拜咧有兩間央行意識，但大家就冇留意，但係佢哋其實放出嚟嘅信號咧就係成個經濟面上面咧係講緊係一個向好嘅，包括美方咧其實如果喺有留意咧喺週中嘅時候聯儲局咧係舉行咗一連兩日嘅議息會議啦。他們的點陣圖顯示下年的減息的次數是零次，甚至有委員是預期明年加息是一次的，為什麼是即個言論比較鷹派呢？是因為美國的經濟他們提到在過去三次減息之下見到一個溫和性的增長，不斷都是見到消費和失業的水平都是低的，我相信這個溫和性的增長是支撐著明年可能經濟會有一個比較穩定復甦的情況出現。另一個比較詬異呢，就是其實連歐洲央行都發出一個比較鷹派的言論，就是德拉吉呢是今個禮拜四的時候首次主持個央行會議的時候呢，也都特別提到呢，就話呢其實歐洲的經濟呢是見到一個 bottom out 的跡象，是一個觸底的跡象，會不會反彈呢就再要去觀察，但已經找到個底。其實都見到呢德國的數據呢，咁他哋叫做整個經濟跌到去差不多一個衰退邊緣之後咧，啲數據都開始有反彈跡象。咁德國不嬲都是歐洲的龍頭啦，咁變咗咧，其實歐洲可能都會叫經濟受到即係帶動翻啦。咁所以他哋都維持緊而家現行的寬鬆貨幣政策，但嚟緊歐洲會不會再減息呢？其實都是要再去看，但是就比較 surprise 咧，就係德拉吉咧，似乎佢咧都話咧，成個經濟係歐洲方面有少少觸底嘅情況咧。咁啊，呢個係比較市場咧覺得比較意外嘅，但就冇乜人 cover 嘅。咁所以咧就佢亦都提到咧，就話下個月開始都會檢討翻啦，因為成個過去幾年啦嚇啊 Mario Draghi 佢嗰個嘅寬鬆貨幣政策究竟係咪適合咧？即係通脹方面，佢會唔會有一啲嘅前瞻指引啊？通脹方面會唔會要再去釐定翻，再去釐定翻成個歐洲嘅寬鬆貨幣政策嘅一個嘅路線啊？咁似乎短線嚟講咧，成個經濟面咧都係穩中向好啦。再加上央行咧亦都提到咧，成個經濟唔係咁差，咁所以在貿易戰又達成咗脱歐，叫做短時間之內咧都可能嗰個炸彈咧叫做暫時解除啦，因為都
第一關都叫做過咗啦。咁可能嚟緊下一個段落就係第二階段嘅貿易協議，再加上歐洲同英國上面嘅談判啦，會係點樣樣咧？就要再度觀察。短線可能成個資產市場或者個風險圍納會冇咁差，但長線嚟講咧，會唔會即係都係比較波動性咧？都係要再觀察，因為都講到啦，第二階段，譬如中美第二階段同埋歐盟和英國第二階段究竟是怎樣呢，都是沒人知道。再加上央行現在發出一個比較鷹派言論，聯儲局說不減息，還有委員甚至說會預期加息，再加上歐洲就說觸底了，不會再有量化寬鬆政策。早排即係憧憬出年啊，咁啊繼續量化寬鬆，啲央行會支持資產市場，但係而家長線嚟睇可能會有一個嘅改變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唔該曬大家，咁啊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